这个车停了半小时，你还上不了车，我们也没办法的啊。没有什么突然的，我们这公告很久了，那个提早一分钟一定可以搭上，如果剩这几秒，这没办法哦。你讲什么话？你这样做人身攻击是不是？这个车停了半小时，你还上不了车，我们也没办法的啊。他停半小时了。他说你要抓着最后几秒要上车，我们没办法，我这是很准的哦。没有什么突然的，我们这公告很久了，啊，告示牌在这边有，楼下门口大的 LED 都有。告诉你月台哦，你们这样子只差那几秒钟，那个提早一分钟一定可以搭上，如果剩这几秒就没办法哦。你讲什么话？你这样做人身攻击是不是？我在录影哦，小姐，准时搭车，你叫我等你一下，那车上人他们谁等啊？上面谁等？他们准时搭车，就该要等你吗？观念不对的话，永远搭不到车了，告诉你了。你刚才没刷卡进站哦，用充的哦。好 ，OK， 有刷就刷。上面我告诉你，上面这时间这么大，时间月台时间都有，以后搭车请先看清楚好不好？拜托。先走啊。等一下他的。对。